二，安装反控软件和色谱工作站。安装反控软件所需，电脑系统需要 Win7 及以上版本。安装盘，加密狗，数据线。一，安装 USB 驱动。二，安装反控软件。三，安装色谱工作站。四，插上加密狗。五，打开工作站，谱图界面单位由毫伏变为非西门子每厘米。同时将 HW Smalls 中的数值由51改为110，保存